熊熊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瞧，所有的东西早就煮好了。
来走一个太空步。报告，飞行一切正常。这是要干什么？你想让我帮你看着胡萝卜？不，我还要去抓蝴蝶呢。哇哦！嘿，哦，哦，这才像点样子嘛。祖国边境的天空乌云密布，祖国边境。站住别动，抓到你了。哇哦，你是主动投降还是让我来抓你？
逃跑，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还有什么要我帮忙吗？那就这样吧。祖国边境的天空乌云密布，鬼祟祟在那干什么呢？难道是在躲着谁吗？会是谁呢？啊！哇，真是太好了！瞧着吧。我去和他交个朋友，我一定得打扮得漂亮一点。你好，你第一次来这儿吗？路上晕车了吗？我们来交个朋友吧。去的打招呼方式。你好，我的名字叫玛莎。我们这里的天气吗？请看右边，再看看左边。哦，抱歉，前面会有一点点颠簸。欢迎来到我们家。
的新朋友相处得很愉快，可惜时间过得太快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你们都坐在屋里，根本不知道现在是冬天了，下了好大的雪呢。也许你们两个根本就不知道冰霜之父吧。那么好吧，我来讲这个童话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女人，她非常非常坏。她有两个女儿，一个是她亲生的，另一个则不是，是她的继女。这个女人对她亲生的女儿非常非常好，给她吃水果，给她吃糖，但是她的女儿对什么事都从不觉得开心。她的椒盐卷饼不够软，她吃的糖不够甜，她的娃娃呢也不够漂亮。而那个妓女则正好相反，总是觉得很开心很开心，而且家里的活也都是由她来干。不过她的继母从来不喜欢她。有一天，她把她带进了森林里，而且扔在了那里。这个女孩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棵松树旁，冻得瑟瑟发抖。突然她看见一个老巫婆骑着一个大炮飞过，并且落在了她的身旁。然后冰霜之父从松树后面跳了出来。你是不是又用你那些旧魔法了？但是老巫婆对她说，你知道我不吃冻女孩的，你看她都快冻成一根冰棍儿了。还有，我可不想嗓子疼，你看你让一切都冻成了冰，就连我那座小屋的鸡腿都被冻在了地里，我让他来找我，可他动不了。哦，好吧好吧，你快飞走吧，走啊，明天天气就会变得更暖和的，还会是大晴天。他说话的样子特好玩，就像是在看电视，你们知道，就是天气预报里那个样子。反正呢，那个老巫婆钻进她的大炮，飞回到她的小屋去了。冰霜之父走到这个女孩旁边，用一种很奇怪的态度问她，你觉得暖和了吗，我亲爱的小姑娘？我暖和了，谢谢你，冰霜之父，她对她说。冰霜之父看到这个女孩很有礼貌又很好相处，于是决定让她和自己一起住。他把她带回他的冰宫，然后说，拍打我的羽毛被子，羽毛就会飞出来，地球上就会下雪了。如果你把冰宫打扫干净，太阳就会出来。如果你把所有家务活都干完，我就会降临你，不，奖励你，不，奖励你。我忘了他当时说的是什么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奖励你。这个女孩一切都做得非常好，冰霜之父对她干的活也都相当满意。冰霜之父决定给她一个梨，我是说一个奖励。于是他带她来到森林里的一块空地上，十二月正围在火堆旁边，他们全都给她送了礼物。春月给了她一大篮子花，夏月给了她浆果和蘑菇，秋月呢给了她一袋土豆和其他秋天收集来的东西。哦，对了，是树叶。而冰霜之父和秋月一起给了他三匹白马、雪橇、圣诞树和一整柜子漂亮的新衣服。女孩回到了家里，变得健康而又富有。继母看到这一切时，便问她是怎么回事。告诉我，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的？快说，把实情告诉我。妓女非常善良，她把那袋土豆放在墙角，然后说出了整件事。于是这个坏女人就带上她的女儿，把她送到了森林里。她坐在一棵松树下，不高兴地吃着椒盐卷饼，她的饼干渣掉得到处都是，离我远点。然后冰霜之父从松树后面跳了出来，问她，你觉得暖和吗，我亲爱的小姑娘？你这个笨老头，你看不出来我很冷吗？快把我的礼物拿给我啊。冰霜之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但他还是又问了一遍，你觉得暖和吗，我亲爱的小姑娘？这个女孩跳了起来，生气地喊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把我冻起来吗？把我的东西给我。冰霜之父从雪地里站起来，冲她挥了几下，把她变成了一个雪姑娘。
他就只能在那儿一直站到春天，甚至是夏天了。而那个善良的女孩正在和大家庆祝圣诞节，并给每个人都发了礼物，你们说是不是很棒呢？请记住这一点，我亲爱的朋友们，只有那些善良不懒惰的孩子们才能够得到又好又有用处的礼物呢。如果你打算当个懒惰的坏人的话，那你就什么礼物也不会得到的。你们怎么把这里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我必须重新把这里再打扫一遍，我干了一整天的活，一点都没休息，就像小小哈沃沙什克。哦，等一下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我来告诉你们吧。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小哈沃沙什克，他每天天一亮就要起床，然后开始干家务活，擦呀、洗呀、熨呀，这都是那个邪恶的继母让他干的。而继母的亲生女儿们则懒洋洋地整天躺在灶火边，吃着他们最想吃的东西。小小哈沃沙什克必须得扫地，给炉灶添柴火，还要带着花点奶牛去田野里，这样的话花点奶牛就可以在那里吃草了。但是小小哈什克却根本没有吃的东西，他什么也吃不上，尽管他要干这么多的活。邪恶的继母让小小哈什克整理三大袋羊毛，纺成线，再把它们织成衣服。花点奶牛很可怜小小哈什克，于是他很快嚼完了草，然后说，听着，你只需要从我一边的耳朵爬进去，再从另一边爬出来，砰，你的活就可以都干完了。猜猜怎么着，事情真的发生了，就像花点奶牛说的那样。哦，邪恶的继母被气得够呛。第二天呢，他想出了难度更高的任务，把这里的一小块布拿走，给我做出一条漂亮的裙子来，今天晚上就必须做好，再给我的女儿们也做几条新裙子。小小哈什克看着这一小块布，心里伤心极了，邪恶的继母还是不能放过他。听着，这样吧，你能用它做出七条裙子来吗？我会做出来的，小小哈什克说。然后邪恶的继母派他的两个女儿去监视小小哈什克，看看是谁在帮他的忙呢。那天特别热，两个女孩就躺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晒太阳，他们闭上眼睛睡着了，小小哈什克还给他们唱起了摇篮曲呢。但是发生了另一件可怕的事，邪恶的继母等不到晚上了，他亲自出来监视小小哈什克。就这样，他发现了花点奶牛帮助小小哈什克的所有事情。哦，邪恶的继母简直快气疯了，他说，马上把这头花点奶牛给我带到树林里去，让它去喂狼。小小哈什克开始哭泣，但是他什么也做不了，他把最爱的花点奶牛带到了树林里，让它去喂狼。小小哈什克和花点奶牛在树林里走了很久很久，却一只狼也没有发现。不过他们发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宫殿，而且里面空无一人，每个角落里都有蜘蛛网，地上全是垃圾，桌子上堆满了脏盘子。小小哈什克把花点奶牛系在门边，开始打扫了起来。等他打扫完之后，他觉得累极了，就想要小睡一会儿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他马上就睡熟了。与此同时，七个小地精回到了家里，他们全都身穿亮闪闪的盔甲，他们的首领跟在后面进来了，白马王子。白马王子问道，是谁让奶牛进来的？我们也不知道，身穿盔甲的地精们说。白马王子接着问道，谁把整个宫殿用吸尘器吸干净啦？我们也不知道，身穿盔甲的地精们说。谁终于把我的盘子洗干净了？我们也不知道。然后白马王子看到了小小哈沃什克，问道，这一位睡美人是谁啊？身穿盔甲的地精们说，他是终于把您的盘子洗干净的人，他用吸尘器把宫殿吸了的人，他是让奶牛进来的人。白马王子非常惊讶，他说，我得亲吻他，当然了，不是亲奶牛，而是亲睡美人。当然了，不是亲奶牛，而是亲睡美人。
白马王子亲吻了小小哈沃沙什克，他马上就醒过来了，紧盯着白马王子看。他看到了白马王子，并且与他一见钟情。白马王子和睡美人结了婚，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。如果你们愿意努力干活，把住的房子打扫干净的话，那你们也能像睡美人一样，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啦。哒哒哒，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